心，是咱这点神啊。咱归了安静，伫咱即马团会，敢若亲像咱的元气恢复咱的本来，是咱即马唱的，唱的就是咱即马深不可测，咱的苦啊，唔知外苦，唔知影无边，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本性，就是咱讲这个道。内底拢暗呢。今日我要讲出着我现主时的天性，伫藏的当中，我归元这条神出家，这是咱落定的天理啦。将着我这个心意啊来表露，真法天灵是道天性，转咱回复是正神。无形的发性，增长咱在世的心，恢复这点灵气，是神啊，甲咱教示。我转入这个清净中，恢复着咱的本源本性，这是咱道家一世人的清净，是元天的灵气。是咱看出这条心理，无啊，伊爱予咱会顺意啊。这就是咱为主的天命。咱来讲甲缘，这点灵性，恢复咱的本性，就是咱即马讲这个道性，我讲叫做如来藏。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因为我讲的是上乘。本来这个元神，拢是对治无形。咱来讲的是天意，因为这条魂，咱的感觉只是用这个磁场来相应体而已，根本咱看无。是咱这点道家的天理，咱爱是顺家这个神。神咱嘛看无，只是咱的心会当顺着母娘这个天性，咱才有这个神呐、啊，搁再服咱的心，是咱要来找，我才有这尼啊稳的灵性，神呐、啊，伊的名体，拢是我归元。这条灵性在世间，我向着无形体，这个神的本性入来啦。这是咱原始的天命，在世上每一个人拢修这条，咱的本性，咱的本质，是清楚这点理，是咱向着。无形这条神，灵源的天界，做主的现在，是咱这尼啊顺的天意呀。无形伊的慧能，咱只有转一条心，这是咱见无这点灵气来到真稳定，是咱无形。一点性，是咱倒转来先天灵真理的发性，生出着咱在世这条灵魂。无啊，爱咱直通咱这条魂的本意，这是上界源头啊！今日咱拢要倒转来上源头，敢若亲像鲑鱼咧。生生的这个囝，落去海游游的，要生两个季节，伊就为海的游，游伊出生的所在，一直游起来，只有迄个力量的尔，只有迄个意志，一直要游起来源头生囝。伫半中途、中游的中间，有真侪险，有真侪所有的
会伤害伊个，伊嘛不管，考一出一直爬起來。这就是咱咧讲个，咱会当想讲饮水思源啦，过去就即种性质啦。是咱恢复这点灵气，是咱带有神迹。今日咱有亲身啊，来感觉咱的无形啊，被倒转来归元，就归咱原来的所在。这就是咱顺着母娘的天意，嘛是讲天性啦。咱人到这种思亲啊，会想厝的人。会想这亲友、亲情、道友、朋友，是咱元天这点灵气，是咱转着正法的心，伫咱会当处的这点灵性，这就是咱行出来这尊神，不应该爱有咱合情合理、共同共识这种口气。啊，咱再一坐啊！今日要讲的是相共啊，是正正坐坐，是咱顺家这个天意，咱落定这条心理啊，有真济发挥。咱伫发挥咧修对的，你灵山呐、啊，你灵官、灵官、灵台啊，那对会吧？就讲大家品质拢相共啦，你对落，迄个心情无共款，这就是咱咧讲品质素质啦，嘛是咧讲水平抗战啦，是咱每一个爱要求家己，真正爱内修内练，家己爱控制家己啦，境界家己境界家己啦，是咱。这个天意是咱抓定个人的修持起，灵源是天灵界，导咱现世转生，无形这点灵性，咱再来讲顺家的天神，是咱归元这个母娘心，是咱转回来顺家的天，上苍。这点灵性，归咱道家的清净，咱有元天落灵来，导咱气中顺自在，这是元天的本意。老母娘娘啊，道家的贤主是，照着通灵咱的天性，是咱徛者无形中。因为这种是无物件，只有这口气尔，气就是咱的性质啦，是咱爱共同行的这条路啦。咱走法度倒转来，咱现主持的中，中就是极观啦，咱第九意识啊，和就是咱第八意识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我爱来讲到慧能啊，是咱行出清净的天。阿宝啊，再来讲回转咱的神啊，是元灵这个天意，是咱叫醒顺家的母性。母啊，爱咱有这呢啊清的境，因为这是咱的先天。出灵啊！咱走现世界，咱的灵照母娘啊，这种意啊。我爱是上苍这点灵气，这是我最爱的。因为大家拢要倒转来大自然，自然生起的，自然予咱会当学的，会当用得到的，这是咱。照着天性，个人咱的心嘛，净出着咱原来迄粒如来藏。今咱爱
就是深不可测，跨无边际。这则是咱大自然，咱所有合称或作道，嘛叫做咱即马即个性质，就是咱的道处，就是咱的兴趣。世间人有个人个人的兴趣，所以讲我接到母牛啊这条灵源，我找到我家己的心愿，这就是咱爱做的工作。一世人，咱来去了解、了脱，就是心愿，拢是稳定这个天意，拢是心意。今咱爱是甜言蜜语，不应该你甲咱讲的，拢是用甜言蜜语，安尼伫咱即马教育啊，咧甲你劝化，是咱即点天元的本性，转过着这么稳的天神。是咱要离开着艰苦，所以讲母娘啊，爱用着这个心啊，来予咱会当集精。凡世间精，就是咱的本性质啊。咱这个心未摇之差，摇之差，你这个神就未专注伫遮啦。是咱用着这条天理，是咱看中，这是。清楚的天性，咱逐天爱花母娘啊，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自然合称的，咱叫做天元老母亲。这毋是咱平常时逢人呢，你叫的母啊，还是在世间生咱那里叫的母啊？意义无同，但是咱的念度拢是相同。因为咱若出咧外口，咱会思故乡嘛，会思咱内底即个乡亲嘛。这就是咱转的正天理，因为在家的父母无，咱要看看会着。但是咱这条灵母啊，唔知偌久，咱唔知啊。所以讲。咱自落来，唔知几世啊，唔知几千几万年啊，啊无法度去回到咱原来这条灵的妈妈。这是为咱38年造降咱这个西王妖帝金庙大天尊，然后造咱天主时的之下。哦，撇下，即元君一一下降，甲咱的玉女九天莲女，所以讲是咱以这点灵气，在咱即马即个逻辑中，我爱是先天，先天本来就无味无数啊，只有用着咱即马东西来论了呢，因为五方嘛，东西。当土、西沉、西休困，这是咱每一个人的作息，也是天地的作息，是咱这点天性。今日活伫这个地球村，当然咱是以安尼论啦。那倒转来咱的缘，咱就无暗示啦，是咱这点清净的天理。咱来讲着顺家这个天命，今日有顺阳光，就是规天，这拢是白日的，拢是白光的，无带黑暗的。所以咱的神，伊是24点钟，拢家己会当发光发电，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世间咱要做神的工课。在你现主是这个身躯，你这粒中心啊，你这粒元神啊，24点钟你都要观察，
这才会当急救啦，啊嘛会当讲属咱人的需要，因为咱所有要来花，不管是啊，当然咱咧顾咱的肉体啊，所以讲灵脑真正重要的，咱会当随时随地都来伫遮消毒啊，消化啊。这就是咱修行的过程，你六个条，你现主是的本性，就是咱即马会当所念约束。个人你现主是的自信，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界。世间拢是行未出来，因为你的心无法度符合到灵的开口。所以讲，因两个是相遇的。等到伊欢喜，伊才会当讲要将着先天这个气势气度，该表明出来。若无人应，伊唱袂出来，讲袂出来。奇怪，就是伫遮尔尔，作业就是伫遮。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世间要行的这条清净法境，是咱见宝啊，这条天性，是咱心明，予咱这么啊清。一世人，我只有用着清气，用着清心，用着现主时，我的灵魂归这个清天。这就是咱道家的灵性，一世人咱咧讲的出脱，咱无爱伫浊气这个当中啦，咱无爱伫怨愤怒当中啦，咱无爱有这个冤亲债主，这个心病搁再起啦，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性。一世人，咱咧讲的是通灵，现路是清天神，转咱见庙是顺利，应咱恢复是天，咱只有讲上悬的所在，这才是咱真正的至极。今咱爱是先天的本性。当然，咱人会当进阶，袂当讲到至极。但是，咱即马即条魂受到某样的重托，咱会当用魂即种个体个性，咱的坐向，用咱的角形，安尼咱才会当讲通。这就是咱的元神。你会当对着现主是咱的心的转的手中，这是咱通灵一点神啊！每一条灵拢是共同咱的手一手中，这个本性就是咱每一个人的理路，是咱看现一点灵气。走向先天顺无心，现咱一条上天意，拍开个人心路明，主宰安定，咱的气通灵。今日来这个灵三合啊，三角灵啊，咱才有完完全全的体会在世，因咱的生灵。爱感恩父母，感恩地母，这就是咱咧讲的青天本意。咱无爱白食白大，这就是咱的生灵。唔是讲咱大家要修持，修到你真正拢明理呀。你这条灵要离开着咱现主时，这个地球村这条生灵。啊！你的觉灵，甲你的主魂，
你就当倒转来，咱的如来藏，就是这个态度。这就是咱个人的求，在其中咱的矛盾，这个矛渡过来，咱用盾甲背掉。今仔这个盾啊，你甲提出来，用矛阁甲你刺刺袂去吧？这就是关键。关就是一个空，键就是咱即马要穿入个空个，甲这个门堵咧。是咱落来这点灵气，今仔金母娘娘是直通个啊！你甲讲金母娘娘做基，就是代表咱即马修行，你做甲回向啊，你做甲比丘尼啊，就是老师级个啊。就是咱念珠时，上无你嘛爱读到硕士班去。这就是咱慧能的本性。世间你爱了解，咱念珠时的原神，就是咱的品质。咱工厂咧做工课，拢是品质第一。来则是咱念珠时的顾客。一定要有礼貌，安尼来互相运转，这个生意，这个工作才会永久。是咱恢复这点天性，是咱心明降落来，拢是稳定的天。我走金母降落来的心，是咱这点清净的法界。咱才会当行通灵的自在。你有遮尼啊清澈的天性，咱再来讲顺驾，咱的母心，今仔拢是这粒心。母心就是天心嘛，就是咱的原心嘛。咱拢是对这个心生出来啊，分出来啊，化出来啊，转出来啊。是咱这条啊真理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本性。咱人啊，这个先天的智慧啊，智慧是先天的自然有的啊，知识是咱搁再学的啊，你的手艺啊，你的手势啊，你的经过，你的念、甲看、甲听得来啊。拢是恢复咱的灵性，不管是咱的知识，还是咱的智慧，智慧叫做良知，佛来讲叫做大智慧。所以讲，咱儒教的拢讲是良知、良能、良知。地主伫咱古坑地庙，五庙一宿我一个法号，叫做一滴。一会知影，这个知嘛，当讲是智慧的智。这就是咱悟出的凡世间，真正有神明在甲咱照顾，是咱个人的宗旨。咱要安怎行，才会当疏通，袂压杂，袂阻挡，袂发性地，袂使脾气。忝啊！你袂当伫啊，嗯嗯嗯嗯，这是天地理啦。这粒心你会当顺天地，顺咱现主是要做诶空客，拢是显明咱诶天意，要来行出这世人咱诶顺天，就是顺咱这个源头。咱这粒心，咱叫做母娘心。所有的形容，你一定要点到到。今仔日咱咧讲的，有诶就敢若讲啊，母娘来呢，母娘来要做啥？是咱现主时，咱的灵，你这个心嘛有清净，咱原来迄个本性本貌，
就是咱行正直，无偏偏啊。老母一再看到咱，向着原来，向着咱的心智倒转来，是咱要来报告、甲形容、甲表明，这才是咱道界天理。你接到天地原来这个祖气，是咱这点灵性，世间上界头前离袂开着天公甲地庙，也能住伫这个土球、地球村。这就是咱爱记的，嘛是咱现主是会当明朗的，都伫咱这条清澈的天界。啊，只有讲虚空尔尔，内底拢是空空。但是原来这粒种，随时伊就会当转啊，随时咱就会当摕到啊。这就是咱现主时，你讲的讲叫做咱的良知，就是咱的灵知。显灵是上天来，转咱归元。是世间行，我爱是直通，我即马即个脑神会稳固，我要甲固定我条啊，我无要即个心啪啪走，我嘛无要即个心嘛有变样啊。原来种类伊生做甚物款，我即马就甲顾甲遮尼完整，甲原来拢是相共即款态啊。这就是咱道界天性，一粒原来咱的本心呐、啊，猜你这个心啊，调调啊，你这个心未变呐、啊，或者不易，不易或者不变。是咱归元这条灵性，世间爱咱真正的主人，今日主人。咱叫做诸君呐、啊，哦，啊，咱即马这个身躯，咱叫做君神呐、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啦，嘛是咱的主宾呐、啊，嘛是咱的主客啦，灵魂就是咱主人、啊，咱即马这个身躯，就是咱即马咧讲来宾，也是人客呀、啊，是咱。这条清澈的天性，咱行做伙，这尊神明也明朗，这走袂去的，这是先天的定法。先天的定法，伊本来就安尼生啊，咱无法度讲伊是安怎生，这则是讲大自然的变化。心灵掀开，则是灵性，抓定。单纯啊，则是天命。也经甲咱讲，咱修到尾啊，拢是来到上悬这个所在。上悬这个所在，就是大家心拢平等啊，拢平衡啊。所以讲，就毋免去选什么理事长啊，什么董事长啊，什么主委啊，来到遮就均量。无手啊，无头啊，大家拢是相共啊，大家拢是头，大家拢是尾啊。这就是咱咧讲诶，世间人讲共患难呐，大家安尼来受就对啦。啊，若有好诶，啊，大家来品呐、啊，就大家来享受啦。啊，是咱来讲到清净诶天理。世间无共同的心，只有咱家己顾家己，这才是上彻底。因为咱每一个人、每一粒心，拢要做上好、上自在这个新环境，予咱这粒心带入来，咱才会舒服。是原来这条灵性。是咱做基础。今日咱咧讲的，有咱这个母灵，
有天公伊个温准，有咱即马即个主神个标准，你就会当做即个神个测试啊。所以咱是即个神咧，甲咱测，毋是你即个身躯，嘛毋是你现主是有即个身格，咱只有咧学尔尔，咧让伊顺流。看是要落水还是溺水，这就是咱在世间的体会。我已清界这个天地，受着真济年，甲过去真济世，我拢做无好势，就做无到迄个标准度啦。今生今世，照咱天山老母。甲我叫倒转去，大训练108天，24天，36天，72天，来来去去，拢爱超过10天以上，这就是机会。莫天山，迄、那个原来迄个天地，甲宝古大王，迄、那个几年的冰天地，有冰的天地，有雪的天地啦。根本就真少人行到位。现主时的交通便利嘛，所以讲有诶去到遐哦，啊未晓认庙啊，咱倒转来感恩啊。曾经含我一个带我出来，就叫我阿叔啊，一个孙啊，伊去到遐想交胎，就敢若伊迄阵29岁。就讲伊是有食素啦，啊，就讲啥三宝佛祖甲扛起来啊，骄傲心出来。所以我才知影讲一个人骄傲心生做安怎？神培养一个人啊，人逆这个神啊，迄、那个态度。伫我这个一世所行的路程啊。我捌真济对家己也不起个，对士大人不友好个，对咱遮新鲜活佛个晒太个，所以我才深深体会。甲门啊拜神，大家都拢会好个，大家写牌都会着。过去我打出来时阵，拢讲拜机啊，拢倒位咧破名牌，是我真正先天。我定会调，这条路若咧行落去，可能大家心会变态，会嚣张。所以讲，我要做新的工课，我都不爱做嚣张做鬼的工课，是累累脆脆啦，受到真侪打击。所以讲，我才有今日要来带咱金庙娘娘，因为西方。就是西方金甲西方白色，这是纯金纯白啊！咱太上道祖啊，讲清净，搁再清啊，搁再明。今日我只有用到苍蝇苍青，我才有法度这么啊清净的心态。咱如果若无逐工安尼洗啊，你这个心嘛，这条路根本都无法度归咱的缘，因为咱即马行的是无终无始嘛，只用着这粒缘、这粒灵、这粒空空的灵生一二三，是咱要归空空啊，国语叫做空空。这就是咱转接到天理，咱爱顺家，咱的心意本来就无半项啊，哪有什么天地？当然是无法无天啊。但是爱看你的境界啊，看你现主是心内底体会啊，不是乌白来迄个无法无天啊。所以讲，大家拢在论嘛，有诶搞怪，伊就论你偏的去嘛。是咱这点
清楚的天理啊，我要行的正法的天门啊。今日最主要就是咱爱逐工做，天的这座门啊，你也会当通达到到，啊，你才会当讲顺噶咱的本性嘛。今日咱只有讲天意，咱人只有中主。今日南天门就是悟空，今日咱北天门就是玉龙神，这就是因的精神。玉龙神伊七十三变，悟空七十二变，佮一只昊天教的中主，因为教是中主人。是咱即马咧讲的天理，你落架这条灵性，这是咱人要甲咱这个心合住，但是咱一定要经过这个训练，你才知影讲咱倒转来天堂迄个滋味。啊，若无你永远也是伫这个六道中，伫这个海光手，伫这个弄榴莲。这就是咱的天元本性，世间咱无爱搁流乱啊，流乱讲个做流连啊，是咱这点灵性，咱爱是通咱的脑神，这世人一种的大智慧建立者，这就是咱的精智，这嘛是咱的良知，这嘛是咱的如来藏。拢是品质的关系啦，拢是修道等下，咱现主时这个气度就是消失，拢是心怀。今咱爱是道家这条天性，世间咧活咧，咱咧讲的讲大情，这个天地无情，又不是真正无情，无情就亲像石头火锅啊。就亲像遐打茶，无精神啊！上天地无情，伊只是一天二四点钟，二四点钟讲一个，这个时阵到啊，空一个，动啊面啊在。上伊个无情，就是咱现主持共同的时间，这个制度，咱人个无情。就是你若对我歹，我就袂欢喜，我这个恼火就起来，永远的扣分，就袂当做伙啊！做伙就相亲啊，无欢喜啊！你安怎唔对，我是对的。世间无对甲唔对，只是脾气伫遐使弄尔。所以讲，咱这个脾气爱咱金宝啊！逐天甲咱占油，逐天甲咱带路。你这个气再为落去，再为半落，倒转来完全这个清的。啊，咱这个读较神啊，再当向着悬，无缘无缘倒转来修炼。这就是咱一个过程。世间你若无行到现主时啊，这个版图啊，你无法度看到，你如入中天。每一天，这个日头在咱的头壳顶正时阵、正顺阳的。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天意，这个真正的阳光真气。是原来这个天意，是咱道家这条心，拢是兑现咱的灵性。世间咱的通道转来，是咱家己的心情，这就是咱的舒适情绪啊。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情绪啊，拢有迄个挂虑啊。拢有伫遐伫即条遐遮有哦，思就是咱即马心内底想，就是咧浮景，即拢是心的问题。本来就无法度讲
用什么东西去想啊？只是咱的内念，咱的临场中所有出来，你要安怎来甲化解，或者解决问题？是咱以一点灵气，咱爱顺着天理，世间人嘛，客病会重，客酒会胖，所以真侪人闹大病，唔肯望知影失救。人啊，甲现主席，就是讲你有啥物病，较早是食咱现主席的中医草药啊。但即卖有西医有经验较足的老医生，年久月深，伊对着咱人体病态病素，伊较知影。所以讲，你若失救，后世人你这个心病，你这个歹种子，也是搁重生。甲你到这个精神。你的体力弱落的时阵，迄、那个歹毛啊，迄、那个病就阁出来，一直循环落啦。所以讲，这个心病，咱的毛病毛，就是咧甲你磨，咧甲你折磨，互你病来病去，啊，互你安尼痛甲真正，迄个就叫做痛。迄个叫做地府，地府毋是讲亲像咧甲你关咧，咱过去一个总统用关咧，出来放风会痛个咧。地府就是互你痛，痛到毋知偌深偌痛，即就是咧甲你磨。鬼就是你即马知影讲伫即点啊，你知影胃痛个艰苦啊，你知影现主持腰椎病个艰苦啊。迄拢是咧甲你磨啦，咧甲你抽筋拔骨啦，啊！你这个痛才会甲别人讲，种种的器官痛，世间无啥物毛，无啥物鬼啦，只是你这个心啊，过去做了害人太济啦，是咱这点灵气，是来讲着通天这条线，现主持受持。咱只有讲这个字头尔尔，就是利益。过去有真侪人跋歹脚的，有真侪人放荡来，事实完完全全拢是足艰苦的。所以讲，咱人真嘛，莫偷工减料，莫现主持啊，咱的杀生。尤其做农的，做工厂嘛，同款，废水的问题，毒药的问题，这拢是偷金减两，迄种成分啦。是咱修行，咱嘛袂当用这个偷工减料呀。有真侪人认为讲我安尼就会杀的，你如果若要搁再来，啊，这就无话讲啦，因为这是大机会。你偏偏要甲伊死甲落来，就包括玉皇大天尊因老爸嘛来甲你救嘛，无法度甲你救，真只家己尔尔。修炼啊，就是咱这个意志力，咱的毅力，啊，永远袂变形的。有诶讲叫做不忘初衷啦，是咱永永远远。修得到，这才是咱咧讲的正经。神啊，有我讲几十五年，只有正经这两字呢。正经是啥？教德。你根本就无机会好参着你的意识。根本，你平常时所有会敢那叫醒有无？迄种笑声，迄种感觉。根本伊也袂来，所以讲一寡假包的食，一寡心鬼食，你有神伫遮，伊哪敢来？你有啥物病？迄就是你心嘛，
无照着咱即马即个心意，你即个规模再深，你个身躯，世间呐、啊，我着拄仔咧讲，我拄着即个交胎有无？神培养你人，互你小可会晓无？你变态啊！你无要信神啊！你怪神啊！这是我一生中见过几个人。迄种模样啊，模是魔鬼，即个模样诶，毋是魔诶，迄个模样咧，毋是放无迄个模样咧，是咱来讲着探讨啦。我爱是事实，中诶大事实，毋是你事实中诶假实啦。大家拢是真诶带假诶嘛。假的带真的嘛，但是这种念头、这种做法，我早我就甲看真淡薄啊。这就是咱讲会当成家立业，在世间你做会起，每一样代志拢是修教，毋是讲你咧顾你的家庭，囡仔请好好，阿母啊，伊就会当行你的路，佫比你较好的路。你做一个书记官，阿嬷伊做一个法官，超过你，迄个做培养。社会事，都要看你这个心有贪啊无贪啦。毋是讲你读足济册就是牛啦，迄是你即马做人权，暂时互你安尼过尔尔。但是，互你上大个权利，做错个机会啊，做错个机会是上大。所以国父伊咧讲。一定要做天公伯的工作，你唔通做国家真大个官，国父死也够好个死。所以讲是咱这条青天的本气，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天，唔知有个人咧讲国父就是北极，上帝讲来转，有咧讲咱老蒋的孤神。一个地，一个神啊！但是，迄是拢即马被唬人啊，暂时的念念嘛。现做事的钱，囡仔囝仔有无？伊咧想都要甲换掉啊！所以你要做永远的神啊，在世间，你一定爱照着你现做事的神啊去做出来，这才是一片大江山，咱做神的大地位。你如果若无啥经营，啊，你着要当做神有无？要永远有迄个精神，啊，伫世间有无？咱是即马台湾是称作神啦，啊，你若过去对岸有无？伊佮讲你是土匪啦，啊，你要哪信？即个正史要哪写？即个永远往咱天地要哪讲伊即个人精神，互咱遮个后代落去学？这是即马大家拢有过咱对话嘛？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嘛，伊的本性嘛，只是家己的理念尔。所以说天地，伊到尾啊是会清楚的嘛，无就无珍贵甲玉费啊，甲牙费啊，是咱一点灵源这个天意，是咱提清楚咱个人的忠德。一世人，咱要照着咱现主时的真忠孝，只有靠你现主时甘愿去做了了。有的爸母伫咧，伊做浪干，等到爸母死去啊，伊才伫遐咧讲要安怎来弥补。要知啊，甲家财就是伫遮。所以讲，一个人花要插，一定要插头前。今日要做，一定要为会当有力。你有这个机会好做，就要开始做啊，唔免等啦，唔免等恁囝做兵，咱等恁囝娶某，啊，再搁等孙仔大汉，啊，孙仔再搁等落去结婚。你若要搁再来，就搁等未来份啦。
未来你要生活，爱亲像咱的迦拿，甲咱的韦德，伊要做一百佛，就是最后的一个佛啦，甲咱地藏王同款，地府无清，伊唔做佛嘛。所以讲，咱拢是要做迄个害群之马，要妨害着咱即卖咧讲韦德甲地藏王。伊现主是成佛啦，你才袂谨慎啊！啊，这种害有哦，就真正大厉害安尼。是咱要照着咱现主是的这个思考，这个力量，所以个人一定要赶紧，一定要好做。今日会就是要用真心来会，啊，你唔当大家拢伫发会场遐，敢若亲像咧避难所咧。敢若亲像咧避风港诶，迄是袂使诶，是咱一点天然诶本性。老母娘娘啊，伊转我诶心情，我才会当化开着凡世间。咱即马即个人啊，伊所做出来诶款，是原天诶本意。阿母啊，爱我尽量来表示，即就是咱诶转道啊。今仔日我凡世间只有五十度，但是母娘伊甲我加持，予我来到六十度。虽然我个人的意，但是迄是针对着咱即马做唔到这个款。所以讲神，伊是咧讲有形象甲无形象，伊是装包，就是咧讲如来藏，伊藏的内底就是咱即马这个刀。有来调我这个能量，今天你有法度摕到真正能量，这就是咱个人爱问你的心，你到底是谁？你以后要回去哪里？这就是咱会当讲的自修啦。一个人一定爱自修的观念。咱过去有一个师兄。伊定咧讲手撑出来，我唔知即世人要做啥，赚真侪钱啊！但是伊阿妈转去，唔知要为倒转去，伫遐尴尬。所以讲修持啊，甲咱现主持的家业是有对天无唔对，但是你若重伫家业，咱只有用六道尔尔，你无多出七道、八道、九道，来到咱即马这个至中。就是第九道，好就是第八道。咱人上悬的智慧，就是第八意性个。咱所有灵来到上悬，就是第九意性。你落去就阁归空空归零啊！所以咱是要真正咱现主是个眼，眼就是咱的标准度。咱火焰山，你有去中国大陆迄个吐鲁番迄个火焰山，你就知啊。迄一支定海针，迄一支温度计，你着知影讲吐鲁番，伊是顶个烧甲咱五十几度，日时绝对袂当做工过啦，只有暗时三点外做甲七点外，两三点钟，互你做工过尔，无人挡袂住。安怎讲？伊个地平面甲海平面拄平平，所以讲伊个地平面了有一个施工角。你伫迄个沟诶，用一个铁啊，甲卡土沟有无？锵锵锵锵，甲海边、甲海诶边面有无？是相共诶边。世间你爱出来看，爱知影伊诶意思，你才有法度悟出着真理，来伫遮诞生。你如果出外，若要顶骄傲啊，若是要顶讲你是真正阿舍。机会失去，永远你都无对道理啦。伫咱这个身躯的细胞，强调咱即马海细胞，要哪甲转做现主是咱的护法，这是正东西啦，正方寸啦，是咱归落来一点灵气，是咱行头，咱人生真理恢复是天意。
道咱法界是道心，无形出界是天意，转咱归元是上天。我知影咱人活到五十外岁、六十外岁，也是头啊国考的程度。安怎讲？外口无见识啦，伊的知识、伊现主席的心术啦，也是真浅白啊。这种人，你如果若对到真正会甲你带路的人，这是一定的。但是你若拄到二等的、三等的，你就害了了，无判断力。所以社会我看太济咧，这种人是坐到那敢若亲像袂胖。嘛，你看你毋免站出来伫遮来做头嘛，来讲出着咱老母的圣意嘛。你敢敢讲，你要甲伊共款吗？你敢敢要敢讲，别人伊真正半桶屎啊，伫你个头前，摕一块布啊伫遐赢吗？迄根本都毋是事实，是咱爱智慧家己。即世间啊，咱要行是爱当透明，完完全全拢是善意，你毋当做半仙呢。你唔当做向缘为善了，是咱本灵本性，是咱来讲出家入心，真理恢复是天性，转咱见母是天灵，顺咱有落家一点气，恢复清界入天理，行正是顺表意，导咱这条正天来，回咱母娘。敬天大，好啊！哎呀啦吼啊咿耶嘿咯啊咿耶咧咿咧啊咿耶咧嘿啊咿咧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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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哦哎呀咿啦咿耶嘿咯啊咿呀哦哦啊咿耶咧吼哎呀啦吼啊咿耶咧嘿咧吼啊咿耶咧嘿咧吼啊咿耶咧嘿咧哦。啊啊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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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啊咿耶咧嘿咧，哎呀哦啊哦啊啊啊哦啊咿耶咯啊耶耶耶耶耶啊！哎呀哦啊咿耶咧咿咧哦啊咿呀哦耶哦哦哦哦耶耶哦啊咿耶咧哦，哎呀哦啊咿耶咧哦咿耶咧耶耶哦哦耶啊啊哦耶哦咿耶咧，哎呀哦啊咿耶咧咿咧哦啊耶耶哦哦哦啊咿耶咧嘿。哎呀哦哦啊耶耶耶耶啊啊哦啊耶。
呀哦哦哦啊，啊咿呀咿呀咿呀咿，乌咿嘿嘿嘿嘿，哎啦啦哦啊咿耶嘿嘿。Aina o a i 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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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